先玩个那个抢树，但抢树是个升级版的抢树，输的人要接受惩罚哟。开始玩了啊，开始玩了。女歌手的名字先给自己起，吉娜，就是叫什么？就是 Mimoko。谁 Mimoko？ 哦，吉克，吉克隽逸，好记，其实是好记。吉克，对吉克，不要再讨论了，再讨论对你特别不利，因为大家会特别知道你是谁。我张惠妹。好，你这个真的太棒了。宇建哥，宇建哥，你快说。蔡依林。张碧晨。张碧晨，好。你呢？张咪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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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？我说过了，我说过了，不再重复了。你得三个人以上认识。当然了，你问他们三个人认识，我认识，就你不认识。哎，头头发勾脸，然后咪咪的眼睛啊，张咪。你快说快说。苏慧伦。苏慧伦。斯琴格日乐。哇塞，哇。该你了，该你了。冯提莫，行行行，好。哇塞，这太……你看朗朗哥皱起了眉头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要命！我就喊开始了哈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，四、四。冯提莫，好。想想他桂纶镁。我真的没，真不记得。黄皮墨，刚才整个脑子，你是谁？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。懒得动是不？喜欢哪个类型的女孩？用演艺圈的一个女艺人来代表一下，这样大家观众朋友们比较可以准确的了解，直观一点。嗯，哦。妮妮，这有个人跟你说。陈哥，我不好意思。来吧，你喊开始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一、二、冯提莫。哇，我反应太快了吧！真心话大冒险。真心话，我先帮你把题目罗列好。除了妮妮以外。换个真心话个题吧。有没有最不满意自己的一个什么地方？脖子，你真不满意你？真的不满意，太长了，你说会累，就会累。弟，你知道周星驰的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凌空凳，我在后面看他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感觉他在凌空凳。你知道有一个东西站起来就那样，就这样在那看。是土拨鼠东西？还不是土拨鼠，狮子王里面那个东西。对。哎，真的，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脖子，我也顶多就1.8米。怎么了呢？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吃油条嚼吗？跳一个脖子，好吧，好吧。你看，你跟着我学啊。我们有一套槽。哎，来啊。5、6、7、8，嘿，这个槽最厉害的地方是翻着再回去。来，预备，走。嘿，就这样绕着这个桌子一圈儿。你桌子准备好了，听我口令，5、6、7、8，别回来坐下。好好的，你说说。好，打扰。好，没事，放中间。好，这是您家的麻辣牛肉口味的自嗨锅。好，谢谢。您打开。我们这样，我们来玩女明星加男明星，好吧？先给自己起个男明星的名字。快来，周深先起。周深这么难起吗？起一个大家不太一下能反应过来的。反应过来的。那我先取好了。好，我取一个我非常想取代的一个男明星的名字，沈腾。你过来呀、啊。杨迪。好，杨迪。程程。张若昀。好，张若昀。你说，张雨绮。张雨绮。
活，范丞丞。妈呀！这个、啊，你是谁呀、啊？还没起。任达华。任达华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笑。该你了，你了。我那个李连杰。李连杰，可以，摘丽。哎呀妈，我脑子真迷糊了。你当沙溢都挺好的啊，沙溢，沙溢，哇，好，我有点。那我们捋一遍吧，自己报自己的名字。沙溢，沙溢和谁？女孩是谁来着？啊？商人起的女艺人加在一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把前面的加回去。对。沙溢和谁？吉克隽逸。你的是我张惠妹和我是张惠妹和李连杰。李连杰，你的是张碧晨和蔡依林和范丞丞。我是张彬和任达华。张彬和任达华也太小声了吧！张彬和任达华。好了，张彬和任达华是吗？沈腾和斯琴格日乐。冯提莫和张若昀。苏慧伦和张雨剑。好，来。好的。3、2、1，开始。1、2、3，嗯，四。我张晨阳姐，张晨阳姐。有。我连0.01秒的机会都没有，对，太快了。这里都是智慧，人的脑子不只是在脑子里，有时候他也会流到脖子。好的，那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呢？真心话吧。行，来吧，真心话。你喜欢哪个类型的男生？哇塞，朗朗哥直接抢答了。而且就算问也稍微过，假装过过脑吧。这来吧来吧，你喜欢哪个类型？问完以后也不在意人家答案，就开始夹菜。你也不用说人名，就是哪个类型。那为什么我要说名啊？你自己说的。他就是高大帅气。哎呀，高大帅气。哎呦，杨迪没戏了，周深没戏了。我俩没戏了。不过才华很重要，你幽默的才华不用着重说明是哪方面的才华。我问一下，如果知道的歌和歌名特别多，这算不算才华？也算吧，某种意义上的。我以前玩这个游戏，就是我都记不住所有，但我记住那么一两个，然后就跟着他们念。哇，好坏，坏蛋！只要念，我第一时间就说出。太坏了，这就是技巧啊！这叫狡诈。我记得住你了。开始，1、2，3。好巧啊，喊了吗？你俩怎么回事？你俩怎么回事？干嘛呀？这是又是在无声的呐喊吗？张斌给我喝住了，我想把你喝住。张斌在哪儿啊？张斌，喊得我脑仁疼。你喊张斌，张斌在哪儿啊？大冒险，大冒险。你这样，你模仿在座我们一位，我们看看是谁。对，猜猜歌。对，好吧，好吧。那很好模仿啊。哎，都到了。嗯。今天玩什么游戏啊？朗朗。然后，第二个人。啊，第二个。什么表情？张雨剑这是。哇，哎，这是我们姐。杨迪姐，模仿一下杨迪。嗯，杨迪。灰尘像，这是太像了。舞蹈我有这样说过吗？我那么糟糕的话你不知道。模仿周深，你要不要来个一模一样的，我就会生气哦。模仿周深，桌子前面。我赢了，好棒啊我。
像了。你把这个如果硬要说成是我，也是能说服。但你没有那样。对，我没有他想那样。你是你有这样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那样吗？你经常这样。嗯。上次那个蓝色多瑙河打出来以后，对，约翰施特劳斯，蓝色多瑙河。你老公那天跳蒙古舞。搞得好想塞钱给他。这个真心话大冒险值，这个值得了哈。